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小长假中，墨尔本 Box Hill 社区在 Kingswood College 举办了第三届 White Horse Community Fair， 吸引了许多当地居民前去参加。今年的活动现场除了有多元化的美食大排档，还有各种以儿童为主的游乐设施、嘉年华式游戏和活动，如乘坐小火车游览、沙画创作、脸部彩绘、小动物农场等等，在场的每个孩子都玩得不亦乐乎。除此之外，现场还有乐队表演，让人们在玩耍之余可以悠闲地享受这个美好的假期。